那你可以买预售，我感觉有个房子可以先跟你老婆，可以跟你说我有房子。可是你缴不起房贷怎么办呢？你缴不起那个尾款怎么办呢？还不是一样？我只是逼你早一点面对现实而已。所以如果说你预售屋买得起，成屋买不起，就代表。